这是一条情爱的线路，属于你和我。铃声响起，那就表示情话悄悄说。除了我们，别人休想占用半秒钟，因为时间对我们来说永远都不够。啊啊啊！热线你和我。是你和我，这是一条情感的线路，联系你和我。思念时刻拿起话筒，热线轻轻拨，情意霎时化成小雨，交响在两头。一分是你，一分是我，热是你和我。啊啊啊！热是你和我。啊啊啊！热是你和我。啊啊啊！热是你和我。他是我们的 King 呢 ，King 的歌王。你知道他是我们68年开始，一直到70年，在我们台湾，可是他是每一首歌支支动听，每一首歌都爆红。白马王子，对，真的那时候大家都在模仿他嘛，因为一直出来的那个白色的围巾，我个个大家都用卫星做，会调无？我点民歌西餐厅在唱的时阵，那无唱到伊的歌吼，还用虚下台。虚下台哟、哦，对呀、啊，热线你。你和我，我都会向唱啊！啊，你向唱啥？我曾为他许下诺言，哎呦，不知怎么难实现。好帅哟、哦！想起他小小的心里，不知道让人哪里。姜文姐，哪哪是啥？我那个吼，哪瓜吼，拢跟火有关呢。三月里的小雨，来，三月里的小雨，淅沥沥沥沥，淅沥沥沥下个不停。三月里的小雨，淅沥沥沥沥沥，淅沥沥沥下个不停。三月里的都一样哎，都一样啊。我是应我们台下观众的要求，他们只喜欢听三月里的小雨，淅沥沥沥。叫阿凯这正版来唱，你看三月里的小雨，你听看有没有温正的味道？来，三月里的小雨，淅沥沥沥沥沥，淅沥沥沥下个不停。OK， 再次三月里的小雨，淅沥沥沥沥沥，淅沥沥沥下个不停。再来一句，来。三月里的小雨，下雨不停。哦，我三月里到底是要听啥呢？你进去，因为我喜欢听那个三月里的小雨。如果你听得不够的话，小雨打在我身上。哦哦哦，来。来蹲在那，小雨打在我的身上，小雨打在我的身上，小雨打在你的身上。一样啊，丁晶，你为什么要唱热线你和我？因为今天的主题就是表演很鲜明的歌手哦，比较有特色，有特色。我跟你讲。一个歌星红不红，就看多少人模仿他。对，这一位天王级的人物，也很多人模仿他。我真的吗？超级被模仿的这个歌星。对对，没错。可不可以来请出来？对，我觉得很重要。他带来什么歌？这顶黑吉米。来欢迎，欢迎特别来宾。哎，阿达妹。哎，不好意思。稍等嘞，稍等。哎，那都无人行出来。拍摄，我袂记讲，伊是爱用杀出来。
上啦。阿吉拉大哥，彭湘多尔姐。一个无人的海边，海浪来来又去去，有太多记忆，快乐悲伤小提示，脚印无成对，沿着海岸印落去，谁知影你伫倒？特别寒冷的冬天，盼着一杯乌咖啡，想体会为什么你会这爱一个你。苦苦的咖啡，透出幸福的香气，饮了才知是苦恋无甜。做阵戏一暝，咱做阵戏一暝，滋味是有偌甜，痛苦有偌甜。问我，我想你；问我，剩偌济勇气。中风一直对，我一直对。咱做阵戏一暝。咱做阵戏一暝，滋味有偌甜，感情白枉费，你怨叹家己，无怪我对你歹嘴。你讲过，咱有爱过，就可以。阿基仔你好，你他出场开的歌我怎么没听过？可是很好听、啊。最顶起几米哦、喔。对啊。我跟你讲哦，我的歌虽然是痛苦无唔对，吼、嗯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我什么咱做一个歌手哦、嗯，不管什么歌，快乐歌，其实少年的歌，咱拢一定爱了唱。都是。真的吗？你走在时代的尖端，你咪要唱哦。只要你点，你点会错，我都有。哦要吼，那好嘞，我先点《清风的太空人》。没样哦，阿不，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，My friend， I'm okay， 阿不，女生的好不？红衣女孩，差一点嘞。不是啊，你唔是讲你啥物国语歌拢会唱？我当时跟你讲，我国语歌会晓唱，你大家嘛知影，我拢唱台语啊。你讲我点咩个国语，我是要叫我唱 ？My friend， 你点咪点台语？台语也无问题啊，我唔是你想的遐尼快乐。这嘛台语啊？台语的啊。嗯。啊！你的身边已经有别人，这个也是很好听呐、啊啊。我不是你想的遐尼快乐，我不是你想的遐尼快乐。伊的身边已经有别人，一杯缘分已经上，一杯心酸都喝完。咱的感情亲像热天，哦，再来。因为咱的感情亲像热天。就好听、啊，特别简单嘞。这少年真有才华呢。什么歌？这个歌也要唱完嘞哦。啊，这三首拢野歌，都爱歌啦，这都我要唱啊。哎，我知我知，还可怜吼，是歌名号甲伤长。安那？你记袂掉？你记袂起？我甲你讲，哎，人这歌拢有调呢。来，阿伯点一条，今嘛上红上青的《浪子回头》，浪子回头啦。因为伊迄首作一人唱嘛。对。浪子回头，我行的呢。我要来喊阮心动的，阮两个唱阿妈嘞。哦。你嘛个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。哎，你听无？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。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。哦。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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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沥下个不停。啊！掌声。
掌鼓励。哎，我这首歌是足快乐的。我跟你讲，这无什么啊。你唱啊，这痛苦。这无什么。啊？我一个朋友生日，嘛是我给他唱。哎呦，哎呦。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。高干妹啊，伊个地人都拢为我面团炸来啊！傲娇问题，傲娇问题，我想到一个啦，什么人？港星郑中基。哇哦！为了节目，你看，哎，不是啊，不是。我不愿放弃，却要故意默默于心。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高高妹啊，伊个家人哥拢为我面团炸来啊！你讲我龙珠回头，我陪你，可以？该瞧了呀！阮一支一支一支在点，酒一杯一杯一杯在打。请你爱体谅我，我酒量无好，莫甲我创空。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，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。有一天咱拢老，娶某仔斗阵，浪子回头。老的朋友，文素的、无品的、无路用的朋友，你坎坷路徛我两公乌都歹，为你我的人缘敢若狗屎。我无钱无物无惊，敢若这条命，朋友啊，斗阵来搏。一杯一杯的呐，请你爱体谅我，我酒量无好，莫甲我冲淡。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，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，有一天咱拢老，娶某仔斗阵，娶某仔斗阵，娶某。啊！你是咧看啥回答？啊！就看你缘投啦，安怎？好漂亮！好适合哦！哦，你够翘脚哦，翘白。啊！你有法度无？只要让你坐，啊！你脚手翘安尼起来，安尼行行安尼。你要叫我坐，你爱先爬起来啊！啊，我能坐啊！啊，无我是要安怎坐？有要看阿杰来爬起来无？哇！阿杰起来！阿杰来起起来了！笑诶！后面有两位也是很崇拜阿杰拉大哥诶。后面有两位哦、喔。不是呀、啊，不是呀、啊，藏在哪里？后边啦，报警后边，报警后边。后边有两个来宾，阿公都崇拜阿吉拉大哥诶，哎，侬做模仿阿吉拉大哥，阿吉拉就给邀请出来，看对一个模仿雄心。什么人？蔡佳玲，蓝天。哦。哎呀，蓝天。哎。跳探戈。对。哦，好厉害呀！哎，蔡佳玲也来了。三代同堂哦！哎呦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列粉丝来啊！请我过来，一鞠躬。
再一公，家属打理。我走着爱唱的歌声，孤单的人影，唱出了无奈的心声。我比别人苦认真，我比别人苦打拼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个吉他声呀，愈大是心愈痛。这个吉他声，啊，愈大是心愈痛。他讲戆，他讲戆，你还想做啦？他讲戆，给你爸爸的。啊，那你不是职业的？哎，还在业余啊？哎，蓝天呐，有，哎，有。我给因为，你虽然是捌钓过小鲤鱼未？啊，无奈则行啦。我是捌钓过啦，啊，就听伊的歌吼，才好起来啦。哎，有影无？跟你讲小鲤鱼未？啊，你那家己唱拢未好啦？够行诶，你要够行诶。模仿爱歌。恁两个有够搞咧，有够搞对不吼？没办啦吼。蔡佳麟哦，无简单对不？伊可能伫电视头一摆模仿，哎，头一摆就少诶，就少。哦，那有我则行，啊，这个我知啦。模仿我吼，模仿我吼，咱台北市中澳东路遐边一栋，哎对，哎呦，哎，北北道遐边一栋，哎呦，模仿阿杰有啥技巧？其实我今仔日较乖，我叫你阿公要学阿杰啦吼。安怎？第一点安怎？诶，爱痛掉，帮我提咧。嘿，对，哎，你没礼貌嘞！一波 Q 五 G 哦，一 Q 几 G？Q 三 G， 你确定？确定 Q 三 G 呢？啊，过来，伊个头吼，唔是讲哎呀，安尼害你啊？哎，阿伯安怎？伊吼，伊是害360度诶！哈？我比别人卡灵机，我比别人卡笨。哎，你袂信哦？系啊系啊系啊，真正戆。哎，这人个哎呀！生气哦！什么人欠的，就叫迄个人欠回来。哎呀，我欠欠啦，我欠欠啦。讲笑啦！哎呀，三百啦，哥哥，讲我一定是在讲笑。来，叫我给你提呀。伊这两个吼，上模仿较好。对哦，对。伊两个如果模仿安尼，我到底唔知讲到底是什么人较行啦。因为两个拢太像了，对，你们都模仿到那个。我准备讲，咱即马来讲亲像安尼吼，你们模仿比赛嘛，是，还有加分题，哦，加分题啊，我拢加零，无加分。你加零，我叫加零啦。加零，加分，加零。我想到一个啦，什么人？港星，因为你真正拢会模仿我。香港的吗？好像无，我加都像诶，而且我今天我该准备一点物件。如果一点假发，不重点，你模仿上，你还想好玩怎样？郑中基，哇哦，郑中基弄长发，长发，对对对，是啊，哎，我为了节目你看，哎，不是啊，不是，唔呀唔呀，郑中基嘛，啊，无想弄假发底啦，我帮，哦，对，你个底又好啦，哎，我变我爸咧。来欣赏这首蔡佳麟带来的《绝口不提爱你》。你好啊，我系郑中基啊。
闭上眼睛开始呼吸，才是要和世界划离，就快要学会不再想你，却听见不断跳动的心。我遇习了你，让爱的自由还给你。我遇习了自己，承受着悲伤到天明。我不愿放弃，却要故意默默预示。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却毫不理，总是以为装作化作云淡风轻，爱到了你痛了自己。我不愿放弃，却要故意默默预示。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却毫不提，所有结局在这夜里都已成形。爱到了你痛的是我的真心。哦，那是要戏完好啦，刚刚咱的情况已经用心嘞，吼，这个造型，啊，你看你爸爸是安怎哈？帅起耳后。啊，爸爸，啊，你把酒是安怎？那大两块替补是安怎？我问你，我问你，敢会当卖创意？哎，无人安尼啦。你卖出声，我来，我托你来。Are you ready? Yeah. Oh my God! Come on, one, two, three, woo, woo! 哎呀，呼呼呼，风火轮，呼呼，哇！我天哪，敢无一个七仔泡面的？真啊假啦？等下吼，嘿，我讲一句，你讲一句。你干嘛我切啦？安怎？你这小杂毛啊！派得过？你这小杂毛啊！派得过？我你怎么是在讲啥？你在讲什么话？真用心嘞，吼！这个造型，啊，你看你爸爸是安怎哈？啊，爸爸，啊，你目睭是安怎？那大两块替补是安怎？最近目睭都无啥好嘞。跟未开啊！那你跟眯眯眼更细了。我想大蕊啊！哦，哎呦，冲个细蕊！哎呦，好敬业哦！哎，蓝天叫玲玲哦，这么用心，你呢？他这个还要靠化妆。哎，人伊讲新呢，拜托个你嘛。拜托个，我学一个天王巨星 ，international。international 就对了，什么来的 ？Michael Jackson。哦，我用 Michael 来唱台语歌。唱谁的歌 ？Only You 哎。什么歌名？我问听。老师 ，Super Music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真是的，去我哪会无志气？爱也消失去，情搁来家己，想你想你，不知有啥意义？啊，是得去打听，到底你的消息。我的感情有你，百家诗诗。我问天，我问天，敢会当卖创意？我再爱你，一半是我家己。我问天，我问天，敢会当卖创意？想欲放袂记。你不敢吹着你，看我的雨，敢讲是咱的路，我明知现实。
哎，阿浪，哎串哦。哎，无人安尼啦。你卖出声，若人我托你来。麦啦，你 OK 吗？无啦。Are you ready? Yeah! Come on, one, two, three, go! 哎呀！风火轮。风也真是有气，雨也真是有气。有风也会无气。哦耶！好好好！爱也消失去，情搁来打底。豁出去了！就在我无声息，是地地通听。都有你的消息，我一个礼拜才死心。把乐手迈步一步，屁话问你。哇！哎呀，我靠，跳不落呀！串哦，偶像，偶像，真正偶像。哎，真正串。哎呀，话干哥，我一懂，为我们带来一首歌曲吧。好，三贵，那个就是这样吼。嘿。好歹，你到底要唱啥？你是真正会串啊？会串啊？你是真正会串啊？会听？好歹唱，好歹拢是命。OK， 把声吹来。欢迎收听黄金广播电台黄金剧场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沈文成。今天的介绍的歌曲呢是《千里这条路》。这首歌呢是由沈志老师作词，郑华娟老师作曲，再佫交由潘越云来演唱的作品。歌曲内容呢主要是咧描写着在恋爱时阵迄种酸甘苦涩的滋味，就亲像家己一条唔知道要通往何处的爱情道路，那一半
一面期待，一面呢又搁惊受到伤害。亲像今日阮所带来这个故事。阿凯啊，你今仔找我来公园，是不是有话想要跟我讲？你去讲啊！我是想讲，安做同学嘛，做要四年啊。是。啊，过三天哦，安就要毕业啊，可能无法度安尼，逐天见面，所以我今仔有足重要的代志要甲你讲。哈？重要代志？是啥物代志啊？就是我。阿妈啦。巴肚枵。原来是巴肚枵哦，巴肚枵就去食饭啊。我有一个机会。好。哇！你巴肚疼，巴肚疼，好，巴肚疼就去便所啊！我卖找你啊，要浪费我的时间，再见。问题，我那这么无用啊，对家己家的查某，人家我爱你，拢讲不出嘴。一句诶，我爱你啊，讲袂出来。哎呦，你唔是我咧讲诶，你大学四年级啊呢？我安尼拜托，这必须。阿玲今日来讲是要创啥啦？哎，要创啥？你是创啥？唔能够猜你诶，干嘛创啥？阿母交代，讲叫我着爱传你物件来互你，来甲你看。我甲你讲，你也要拍七啊，问一下啦，几乎啊上厉害啊，对不？啊、我天下间无一个七大泡面店，真假啦？好，拜托诶，我替你来瞧，我替你想办法。真假啦？哎，你介敖，你有遐厉害？无安尼啦，你出一招，我出一招，好阿凯啊去甲迄个查某囡仔告白。嘿，那啥物人输诶？我甲你讲，大厝内面扫便所、留土、甲洗菜、煮饭。好，只要着没有你成功。你真的要拼啊！我一定赢。好，你等，你介敖哈？康靖龙，这耳机，耳机，等下吼，我讲一句，你讲一句，我讲一句，哦，好，我讲一句，你讲一句，你才会当听。所以我讲啥，你得讲啥，绝对对的，好不？绝对拍对的对啦。你真啊吼，搁改赖，还是讲改微信，改叫伊搁倒来。来，我这马上。安尼来后边准备一下。是啊，你后边。甲肌肤吼，甲你斗瞧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娘妹，搁你阿在看。别来。应该是期待的未来。别来。嘿，来这边坐。王琦。凯啊，他拄啊拍摄啦，我小夸传播。啊，我知影你有话想要跟我讲，对不对？啊，无你讲，你感觉我这个人安怎？我。你是小查某啊，歹地讲，歹到今年大巴肚啊！啊，你这小查某啊，歹地讲，歹到今年大巴肚。我你怎么是在讲啥？你讲什么话？你搞错在啥？我跟你讲哦哈，嘛不是你母啊讲吼，母啊讲咱两个联合哦哈，我是不是为啥话？你袂记的？你属什么？你属羊啊？我属啥？你知无？你是鸡啊？你是鸡啊？啊！你讲我是鸡，你就是鸡嘞！你别搞歧视啊！你是会嫌我，你对讲机好话哈！哎呀！你敢不知这对讲机偌贵哈？你安尼做啊？偌济我来开啦！啊，偌济我来开啦！是足贵啊！你讲啥？你讲啥？我真正要跟他歧视啊！我要跟你好啊！你真正是……你袂去话啦，生鸡两个无放鸡屎一堆啦哈。啊那像你一个人，哎，个文琪嘞，嘿文琪嘞，你拄则讲的话，我全部拢照讲啊，爱去不不就走去啊。啊，我都还袂讲的，你是甲讲啥？你讲什么大巴肚，什么什么小查某？我是咧骂恁姊啊啦，伊当然我抢来抢去，啊你后壁甲讲啥，伊拢走去。讲啊，你偌济啦，我。阿姨讲，阿姨讲偌济。伊到这是偌济？唔知啊，我没来睇啦。清白有无？农历啊，即
这一切拢是你，哈！你真正是哦，生鸡两个无放鸡屎一堆啦，哈！你得，我拄只讲过来哦。你这个人就是生鸡两个无放鸡屎一堆啦，看要加多一段还用我跟你讲，我来讲，查甫人咧做代志哦，你得卖蛋遐吵安尼啰里啰嗦啦，卖个吵啦！我看遐蚊子哦，这边一定足讨厌我，你看要安怎？我更无机会啊啦！你做你放心，林志华。你来饮什么酒啦？林子啊啦，饮酒啊！林子啊，我上了解查某囡仔，用讲的你会害羞，讲不出来，对不？对对对对对。咱用唱的。阿凯啊，唱歌真正赞的呢。赞。敢那输了流氓阿德呢？为什么？你嘛是输啊！大家都好朋友嘛。好朋友，好朋友。嘿呐，你做你放心。林子啊，你来饮什么酒啦？林子啊啦，饮酒啊！林子啊，我想了解查某囡仔，用讲的你会害羞，讲不出来，对不？对对对对对。咱用唱的，唱的，你咧唱歌太迷人诶，你的歌声会让查某囡仔安尼忙叔叔。安尼会使呢？阿凯啊，唱歌真正赞的呢。赞。敢那输了流氓阿德呢？为什么？你嘛是输啊！不要紧啦，大家拢好朋友嘛。好朋友，好朋友。嘿啦，啊，你唱歌有感情上重要。我唔是你想的遐尔快乐。对对，我唔是你想的遐尔快乐。哦，这首有够好听。是是是。啊，搁迄个林姐啊，带起来嘛，袂歹嘛。无，阿金啊，得爱好好唱歌，爱唱迄个情歌。情歌对，姐啊，连伊音量那个放落去了。哎呦，你得甲唱落去。啊，你讲我都放音嘛？啊，钱是要拢去对。我后壁有船啦，我上去你家啦，我老公这查某，我咧哦，拄只金牛子咧吼，什么话拢低估啊，甲你拍，啊，佮出门人真啊拢嘛是用迄，我你看，有无？人一个手机啊插落去，音乐耳机倒咧，人就听甲，佮家己佮炸这出来。阿公，一定爱，你佮改口，今日你传讯息改口，我佮改口，我叫伊等来讲。哦，等下啦，来来，进来。文子，你来啦，拍死啦！啊，你个叫我来创哈？啊，你就知影吼，我个较袂晓讲话啊，啊，所以我决定吼，要交我的心意，用唱的唱互你听，安尼你就了解啊。就安那，凭什么你来叫我卖气东西？爱气的气的。妈，我分手快乐，祝你快乐，你可以找到。原来你叫我来家，就是要跟我讲分手快乐。不，你别再讲啊！反正咱也无做伙啊，分什么手，分什么快乐，我一点都不快乐。阿奇，不，哎，无啦，那安尼，哎，奇怪，哎，我明明就是一个亲密的爱人呐，那变分手快乐。我昨暗看新闻讲。梁静茹最近心情无介好，我拢摕个 CD 出来放，我唔敢讲要进来换 CD， 唔好记，啊你就是伫遐放，即摆要安怎啦？我拢是去走起来，绝对讨厌我的啦。不要紧啦，他比文琪水的一堆。看不是要乔雅文，还是詹雅文？安那？这种就袂歹，我记也介绍。免啦，唔爱啦，无爱啦，我无爱啦。白冰冰好无？哎，白冰冰做有礼貌的呢。我知影，我嘛。你捌听过彬彬有礼吗？嘿，无来啦，我哎，我暗恋伊四年啊，我大一四年啊。你为大一搞大事拢暗恋伊哦？系啊，我哪袂告白，我哪会当放弃啦？对啦，当然佫想啊。哪？有啊。你拢会当我一句嘛？嘿，包括沈文成嘛？嘿，啊，我收到一招。阿娘喂，是袂靠阿凯啊！经历这条路，会叫家己的姐姐甲姐夫吼，无甲遮尔啊坎坷。
到底咱阿凯的姐夫会收出什么大绝招，和咱阿凯的爱情路来逆转胜利？咱赶紧来甲看卖啊落去哈！姐夫，这芳芳感情真会透懂。这个情书你客气，等下吼就去学文琪。好，哎呀，看看无啥物反应，伊就拍婆啊，拍婆啊，嘿，停会伊就出现啊。哦，都会吹来哈，真的时间呢。恁表姐用查某囝。恁表姐，你讲倒一个？是我较早的老七的啦。你老七的像啊？奶华姐，你彩华姐，伊奶华姐嘛。你妈妈是阮表姐，对，亲戚卖给搞了，先哦，亲戚卖给搞，后来别，阿姨今嘛，因早囝哟，哎，做活动啊，做临时演员，做演员，哦，拢足厉害，所以伊来甲咱斗三工。哦，真活泼呢，甲你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做活动小公主，啊，你若是哦暗会，还是恁早囝要结婚，会当找我，我叫做慧慧。最高时阵啊，有啥物？听到拍婆阿声，伊就记住你的女朋友出来，感觉你有哪有行情啊？哎，查囡仔就是安尼啦，无人要甲伊唱，伊就讲安尼足摇摆，足摇摆，有人要甲伊唱尔，哦，就开始感觉囡仔爱甲珍惜啊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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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安尼，你知无？就啊，你来啊！啊，我吼，我，这个好，我先讲，大哥，你讲，你干嘛找病受？啊！我知影你是一个足善良、足可爱的查甫囡仔。嗯。只是讲你讲的较刁滴啦。嗯。我小鬼阿妈，我是想讲。我想要跟你做伙。哎呦，你愿意做我的男朋友吗？胖子呢？这位男朋友呢？我是一路没有你看无影着吗？原来你招我来家是要跟我讲你有女朋友啊？我会祝你快乐，祝你幸福，祝你百年好合。别个在家里地面啦！滚蛋！啊啊！哦！阿杜啊，你有够！你看，伊拄啊拍婆的时阵哦，然后我就拄啊出来，时间扎得拄啊好。我无拍婆啊啦！哎，阿你姐啊，走去对啊！哇！哦，夭寿啊！救人！我即摆来就坐啦！哎呦！哦！阿团拄啊是你咧拍蚊啊！哎呀，都帮我做生意弟弟呀，干嘛搞定啊？啊，我听到伊拍婆啊，我想讲伊拍婆，伊就走出来，停过就出来。我都出来呢。啊，温琪咧，啊，拄则是温琪咧跟我告白呢。啊，你去拍婆啊！啊！洗碗洗一个月，洗皮啦，扫涂骹、油涂骹、切刀啊。莫安尼啦，无看啊，停会嘛袂歹，对不嘿？无加减啦，加减嘛，恁两个吼，安尼吼，看起来真素配，哎呦，恁两个真正吼足素配，迄啰才子佳人，金童玉女啊，牛子啊，哎，迄个是，哎，敢那阿婆在叫我咧，阿婆在叫你，哎，你哪会知啊？我都有通啊，因为我演通灵少女嘛，我演迄个谢雅珍的妈妈，所以我小可会通啦嘿。啊，恁家倒位哈？台北，阿母啊，倒倒，高雄啊，阿母啊，你叫我呢，吼，所以我来阿甲阿母啊讲者吼，一切拢平安顺事啊，无啥物代志，吼，哎呀，阿母啊，男朋友，阿母啊，我来啊，阿母，哪会哪会同款情侣一条路。予你行着轻松，我行着艰苦，哪会同款情侣一条路？你拢满面春风，我拢在后方，不愿承认心内思后悔。
虽然讲唔是每一个人呢，拢会当顺利行到家己唔望的前路终点，但是吼，只要你用心去体会，啊，就会发现讲沿路的风景永远是遐尼啊美丽，遐尼啊值得咱珍惜的。祝福咱每一个朋友，拢会当吼在家己的前日这条路上，拄到你上界期待迄个人。黄金广播剧场，咱今日就奉上到这，咱后礼拜呢再过来空中再会，拜拜，要幸福哦。